那最后我们就来讲这个 query planning 啊。那我们知道这个 planner 呢做四件事，对不对？好，那这个一二我们讲过了，对不对？好，然后第四件 plan 啊，或是 based on scan 这个 plan 的 scan 啊去执行啊，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对不对？好好，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了，好，就是说 given on 这个 parse 过后的这个 SQL command， 好，比如说像 SQL data。OK，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 based on 这个 SQL data 去 generate 出一个好的 plan tree 呢？整棵 tree 哦，包含那个结构这样。OK， 好，所以对 planner 来讲，真正重要的是第三步，对不对？因为其他的都可以被 parser 啊、verify 啊，或是 plan 啊、scan 去做掉了。好，那真正要做的事情 ，planner 本身要做的就是第三步这样。OK， 好，所以对 planner 来讲呢，它的 input 呢就是这个 SQL data。对不对？好 ，output 的话呢就是一颗 plan tree 这样子，可以吗？好，好，那这个 planner， 好，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 planner 的 interface， 好不好？好，当你今天用一个 planner 的时候，哈，你有两种用法，好，第一种呢就是你给他一个 query， 好，然后要这个 planner 呢去 create 一个 query plan， 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 plan， 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p 呢 return 给 user， 然后 user 可以 call open 啊，然后去做这个 iteration 的动作，对不对？好，那另外一种 call 法是你给他一个这个 update 的 command，OK，、okay? 然后 call planner 点这个 execute update， 可以吗？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planner 要 return 的呢不是一个 plan， 好，而是这个他直接在这个里面呢去找到一个 plan， 然后找到 plan 之后呢开 scan， 然后 scan 呢真的做完了之后呢，告诉你说有几个 record 被改了，对不对？好，然后直接 return。改的这个 record 的个数，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 planner 呢，你可以知道，其实最重要的 API 就两个，好，一个是 create query plan， 另外一个呢是 execute update， 对不对？ 好，那我先讲结论，就是基本上这两件事情，就是这个 create 这个 query plan 跟这个 execute update， 分别被两个这个 sub planner 做好 create query plan 呢，好，它主要 delegate 给这个 query planner 做 ，OK， 好，然后这个 execute update 呢，这个 planner 主要 delegate 给 update planner 做，可以吗？好，那 code 的话，你在后面你可以看到一个 planner 它的 constructor 呢，其实你去看 code 就知道啊，其实有一个 query planner，OK，、okay? 还有一个 update planner， 好，所以当这个 plan 被 call create query plan 的时候，你可以看哈，它基本上就是叫 parser 去 parse 东西，对不对？ parse 完之后去 verify 完了之后呢 delegate 这个 query data 给这个 query planner 点 create plan， 可以吗？好，那这个当这个 planner 被 call execute update 的时候，好，不要看这个 code 很长，可是其实很简单，好，就是你可以看一样，先 call parser， 好，然后 parser 完了之后 parse 完了之后呢，好，然后 based on 这个 update 的这个 command 的不同，比如说我要做 insert， 我要做这个 delete， 我要做这个 modify， 好，它就分 based on 不同的 case， 然后分别 pass 给不同的这个 verify 的 verification method， 好，比如说 insert 的话就叫 verify 去 verify insert data， 啊，如果过的话呢就叫 update planner 去 execute insert， 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 planner 做的事情呢就是在分包给这个Query Planner 跟 Update Planner， 好，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 Planning 怎么做呢，就要去看 Query Planner 是怎么做，跟 Update Planner 怎么做。OK， 好，那你们觉得谁要负责的这个 Planning 比较难啊？是 Query Planner 比较难，还是 Update Planner 比较难？啊，应该是 Query Planner 比较难，对不对？好，这个应该你可以想象得到，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Select 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各式各样的 Query， 对不对？那 update 的时候呢，你可以看那个 SQL 的指令都比较限制，就是你只能用这个 where 的这个 predicate， 比如说 update 什么什么 where 什么什么，啊，你可不可以在 where 里面，然后比如说我在接什么 group by 啊什么，没有办法的，因为 update 的时候你需要你 specify 的那个 row， 就是那个 record， 跟这个 table 是有一对一对应的，对不对？所以通常这个 update planning 都比较简单，好吧？我们先看难的，我们先看这个 query planning， 好不好？就是 query planningQuery Planner 要做的事情就是 Query Planning， 好不好？好，所以这是一个Select 的这个 SQL Command， 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怎么样 Generate 出一棵 Tree 呢？好，我们之前看过两棵 Tree， 对不对？这棵 Tree 我们知道很烂，这棵 Tree 我们知道好很多，对不对？好，
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已经讲了110页了，你知道吗？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的部分，我们就只教各位最简单的，可以 generate 出这样子一棵 tree 就好，好不好？好，那要怎么样可以动态的 generate 出这样一棵比较好的 tree 呢？这个已经不是今天的主题了，这个是在 query 的 optimization 的时候，好，我们会讲到。那 query 的 optimization， 好，那基本上就是利用一些比较进阶的技巧，好，然后可以让 query 比较快。那其中一个工作呢，就是想办法找一颗这个比这个 naive 的方法还要好的这个 plant tree， 好不好？好，那这个的话，如果有时间，我们之后再讲。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Silver Sharge 或者是这个 Ramakrishnan 的 Query Optimization 那个章节。OK， 好，那我们今天先教最简单的就是只要能够有就好，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就是生出一颗 plant tree 这样子。好，那怎么做呢？好，那我们教一个这个最简单的这个 planning algorithm， 好不好？它是 deterministic query planning algorithm， 或者是你可以说它是 heuristic 的这个 query planning algorithm。好，那它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闭着眼睛，就是看到这个 from 呢，里面有几个 table， 它就 construct 一个 plan， 然后 for each of 这个 table， 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然后如果这个这样这一颗 tree 的最底层就最底层的 node leaf node 就建出来，好，然后接下来呢，好，试着去 create 这些 node 的 product， 这样可以吗？好，那 product 完了之后呢，再喂到这个 select， OK， 好，那如果这个 where 里面有这个 predicate 的话，那就喂到 select， OK， 好，那 select 完再喂到 project， 这样。OK， 好，那这个非常非常直觉，对不对？好，这个我们之前已经看过好几遍了，那你也觉得就是这样做，那但没有错 ，determinist query plan 就是闭着眼睛就是这样做，可以吗？好，那这个不见得是最好的，你懂我意思？事实上，你刚刚看到其实你会找到一个烂烂的 tree 这样。好，那不过至少你的 code 可以动这样，好吧？好，那这个query planner 呢？好，那基本上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 implementation， 你会发现 query planner 只是一个 interface， 好。所以这个最基本的 naive 的这个 deterministic 的 algorithm， 好，所产生的这个 planner 呢，好，它的 implementation 我们就写在这个 basic query planner 里面，可以吗？好，那如果你觉得真的非常不满意的话，你可以自己写一个 query planner 的 implementation 这样子，可以吗？然后 hook 到这个 planner 里面，所以 planner 基本上就可以用你写的比较好的 planning algorithm， 可以吗？好，那这个 basic query planner 基本上里面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刚刚的这个 deterministic 的这个 algorithm， OK， 好，那想看吗？这个里面这个因为是 deterministic， 所以非常直觉，好，所以这个自己看就好了，好不好？好，那反正就是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前面讲的四个 step 这样，它是逻辑的，是有顺序的哦，好，就是要先从 query plan 开始，然后试着去 product 完之后 select 完再 project 这样。OK， 好，那你们不要小看这个 deterministic 这个 query planner， 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考虑到的这个 query 呢，都是很简单的这样子。好，那稍微难一点的话呢，其实even 是 deterministic query planner， 可能你都还要花点时间想一想。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考虑一个比较难一点的 query， 好不好？就是如果一个 query 是有 group by、having 跟 order by 的这个 query 的话。那请问你 deterministic 那个顺序要是什么？好，你说老师我忘记什么是 group by， 什么是 having， 什么是 order by。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复习一下好了，好不好？好，那还记不记得这个是 student database？ 好，就是告诉你一个 student 他是隶属于哪一个 department？ 好，那 department 可以开一些课，那每个课呢在每年开的时候都有不同老师不同的 sections， 对不对？那一个 student 可以在当年呢好 enroll 到一些 sections。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我要下一个 query 是在某一个 section 里面，我希望找到修这门课的所有学生，而且我想看看就是根据他的 department， 然后这些学生的平均成绩，比如说修这个 cloud database 的课的呢，有电机系的，也有资工系的这样，那也有这个经济系的这样，那我想看看说这三组人呢，那。他们的平均成绩分别是多少？那你要怎么下这样子的 query？ 啊，那 query 应该就是下面写的这样嘛，对不对？就是我要 select 那
这个 major ID 跟 grade 的 average， 对不对？这边你就看到有一个这个 arithmetic function， 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 from 什么呢？ from 这个 student 跟 enroll 这两个 table， 对不对？ student 跟 enroll 这两个 table， OK， 好，然后呢，这个会尔是什么？会尔是说这个 student 的 ID 呢，好，要跟这个 enroll 里面的 student ID 要是一样，对不对？好，那你才可以做 join， 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比如说 section ID 要等于什么什么的，比如说 section ID 要是cloud database 所代表的那个 ID， 可以吗？那你就把所有这些学生跟他的 enroll 都 select 出来，对不对？好，可是 select 出来之后呢，你现在是要对 major 去做分组，对不对？所以你要跟他讲说，我要 group by major ID， 可以吗？那 group by major ID 之后，没有被 group 那些 field。好，你就要给他一些运算，对不对？比如说没有，比如说我今天 select 两个 major ID 跟 grade， OK， 好，但是我是 group by major ID， 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 grade 被放到 major ID 的某一组，对不对？好，那这些 grade 我要取一个值的话，我要怎么取呢？你就跟他讲说，哦，我要用 average 取，对不对？好，然后 average 取之后呢，我还可以怎么样？我还可以对这些组做筛选， OK， 比如说我可以说 having average grade 要大于60，也就是说我 group by major ID。好，我 group by 这个你的这个主修，好，那但是呢，如果这些主修的人呢，平均分数是小于60的，我就不秀了，这样子可以吗？我只秀那个那些选课的那些 major， 那些 major 里面的选课同学，他的平均成绩是大于60的，可以吗？好，然后呢，选错的时候我还可以怎么样？我还可以做 order by， 对不对？你选完这些东西，选完这些 row 之后，这些 column 之后。我喜欢这些 color， 好，然后这个里面的 row 我要照什么样的顺序排序呢？我可以说，哦，我可以照着这个 average grade， 好，由大到小排序 descending 的 order， 可以吗？好，可以。所以基本上这样子就是一个，我要看看分组，就是根据不同的 department 或者不同的 major ID， 然后那些学生的平均成绩是多少，这样可以吗？可以哈。所以刚刚的这个东西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的 query。来达成，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比较复杂的 query 呢，基本上就包含了 group by having 跟 order by， 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问题，好不好？好，我们刚刚说这个 deterministic 这个 query planner 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好讲，对不对？好，可是现在如果 group by having 跟 order by 来了，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 deterministic 的这个 planning algorithm 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第三步要做什么？第四步要做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啊，可以自己先想想看，好不好？好，你先把这个影片暂停一下，然后自己想想看。好 ，OK， 那我不知道你想的跟我一不一样，好，那基本上实际上这个logical 的这个 planning order 就是 deterministic 的 planning order， 好，应该是写成是像这个样子，好，这个是第一步是表示就是说在 plan tree 的最下面这样子，好，所以最下面你应该是plan table 嘛。然后是从 from 去找出这些 table， 可以吗？就是 table plan， 好，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你不会马上就跳到 group by 或是 having 或是 sort 嘛？你还是要先做 product 嘛，对不对？好，然后 product 完你还是要接 select 嘛，你才可以知道你到底 row 是哪一些，对不对？那你确定好了你的 row 是哪一些之后，你才有机会对它做分组啊，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你可以接这个 group by。可以吗？好，那 group by 的 plan 呢？你至于里面要从，你就从 group by 后面的 field， 你就会知道说 group by 要 group by 哪一个 field 这样子，可以吗？好，那 group by 完了之后呢？好，你就有 group 了，对不对？好，那有 group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接这个 project， OK？ 好，那这个 project 呢？你有了这些 project， 你可以确定你这些 field 是哪些了之后呢？那你可以再接这个 having 啊，或是 sort， 好，那 sort 一定是最后面的，因为最你这个第六步 having 这个东西，你还要去筛选一些这个 row， 对不对？好，那等到 row 筛选完之后，你才可以做 sort， 可以吗？好，那这位同学可能会有问题说，哎，老师，那为什么这个 having 跟 sort 一定要摆在 project 后面，不能像这个 group by 一样摆在 project 的前面呢？好，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好 ，by SQL standard， 好，就是说你的这个 having 跟 order by。好 ，having 跟 order by 这两个子句里面，你所 mention 到的 field 一定要出现在 project 里面，可以吗？就是你不可以说我要 having 什么什么东西，可是其实你没有把它 project 出来，这样不可以的，所以
这两个动作一定要发生在 project 之后。那换句话说就是第四步这个 group by 呢，你 group by 的那个 field 你不见得要把它 select 出来看，可以吗？好，比如说我可以 group by major ID， 但是我 project 里面我没有 major ID， 这样我只要看 average 的这个成绩就好，这样子 OK。 好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好，那这个我们刚刚就讲完这个 query planning。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讲比较简单的这个 update planning， 好不好？好，那 update planning 的话通常都比这个 select 简单多了啦。好，因为它就是通常都是 single table 嘛，你 update 的时候不会说我把有两个 join 在一起 update， 通常都是一个 table 里面的 record 要 update， 对不对？好，那它也没有 group by， 也没有 having， 也没有 sort by， OK， 好，就只有 where 而已，所以你就只要这个做这个 predicate 就好， OK。 好，那这个以这种 case 来讲， deterministic planning algorithm 通常就够好了，这样子OK。 好，所以你很少会看到说这个 update planning 用个什么、高深莫测的这个 query planner。 好，那基本上或、用一个很好的这个 planner 的这个 planning 的这个 algorithm。 好，那通常都是用 deterministic algorithm 就好了， OK。 好，那我们的这个 implementation 呢，我们也有 implement 一个 basic 的 update planner。 好，那基本上就是 deterministic planning algorithm，好吧。好，那这个它的这个 API 呢，好，写在这边就是 execute insert execute delete execute modify execute create 巴拉巴拉巴拉，对不对？好，那任何的一个这个 planner， 好，基本上你有一个 algorithm， 你就可以把它 implement 是一个 update planner 的这个 implementation， OK。 好，然后让这个 planner 去使用，这样。所以你要加其他的 algorithm， 你就 implement 新的这个 update planner， 好，然后去 implement 这个 interface update planner， 这样就好了，可以吗？好，然后跟这个 planner 讲说用你新写的，不要写这个 basic。 好，不过绝大部分在 update 的 case 来讲 basic 应该就够用了。 好，那我们就随便挑个例子来看，好不好？比如说他怎么做这个 execute modify 的呢？execute modify 基本上就是 去 answer 这个 update。 那 update 的 query 大家还记得吧，就是我要 update 某一些 field， 对不对？ table 是什么，然后 field 是什么，然后新的 value 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我还可以接一个 where 这个 clause， 好，就是说那个 record 要符合什么什么条件我才要 update 它。好，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经过这个 parser 跟 verifier 之后的那个 SQL data， 就叫做 modify data， 里面应该有一个 predicate， 对不对？也有个 table， 这样你才知道你要 update 哪一个 table， 那哪一些这些 record 要被你挑出来，好， based on predicate。 好，所以你基本上你就用这个刚刚讲的 deterministic 就可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 table plan 对应的 table create 一个这个 table plan， 对不对？把这个 mention 到的 table create 一个 table plan， 然后后面的接一个 select plan， 然后把 predicate 设进去，对不对？就是设定到这个 select plan 里面， OK。 然后你这个 P 呢，基本上你就把它要执行嘛，它是 execute modify 嘛，所以一旦有这个 plan 之后呢，你也不用 return 给 user， 你就直接对它开 open， 这样子可以吗？好，那 open 完就得到一个 scan， 然后呢去 iterate 它，然后呢这个每一个 p 好，你 call 这个 p 开起来的这个 us， 每一次你 call next 基本上都是符合 predicate 的下一个 row， 对不对？好，然后你就直接去 update 它了。 update 的过程中你去记一下 count， 然后最后把 count return 回去，可以吗？好，那这边的话多一步就是这边我们在做这个 update 的时候呢，你可以顺便的去 update 一下你的 statistics manager， 不要因为你越做 update， 那你的 statistics manager 呢就越不准，这样子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是一个 example， 好不好？好，那 execute insert 啦，自己看，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的话，也有一些是 support 这个 DDL 的，好，就 create table 啊，好，那 create view create index 啊，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教，不过 create table 你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非常非常简单，好，那这个连 planning 都不用做，这样子。好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planning algorithm， 好，就是 deterministic 的这个 planning algorithm。好，那各位如果对这个 query engine 有兴趣的话，好，那这边有一些 reference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好吧？好。